瞎子打梦魇好打吗？应该不好打吧，兄弟们。我的 W 可以挡他的 Q 技能，应该可以。来，再把我给兄弟们服务一把，好吧？看是你盲人推拿厉害，还是我合肥推拿厉害？漂亮！哎，这么着急交闪干什么？浪费了！哎，黄符，起码交个闪吧。漂亮，闪没了。那就来个合肥推拿，先把线推了。漂亮。大，哎，他这个血量感觉可以越塔，我带电刑呢。合肥推拿，他这个血量很残，而且他没有闪现呢，好吧。我这一波两级升个两级，我 Q 一二连，合肥推拿没推到，推到他死了。他不敢踢过来，但是我不知道他两级学什么技能，应该是学 E 吧，学 W， 合肥推拿，被动 A 一下。其实我可以故意骗一下，故意给他踢一脚。港派指压呀，合肥推拿。服务不到位，我操，这也行。我以为是这个什么呢？我以为是这个末日打中路，其实我没有想到是瞎子中单。我靠！看他是一手盲人推拿厉害啊！传来捷报了。哎，他没闪的呀，其实我不应该死的，打不过就应该闪的。推，那现在就得喊打野过来了。现在不是很早，我看一下能不能帮一下上路。上路只要瞎子不发信号，就有机会可以杀他。Q E 接屏，算了。他怎么还有骸骨啊？这个人，赶紧回家一下。接来一个，我现在好像打不过他了，他等级比我高，装备也比我好。走，哎，看谁厉害！哎，看谁厉害！奥拉夫跟你开玩笑，你跟奥拉夫对刚呢你？征服者奥拉夫啊，还行，赚了。瞎子是318场瞎子，44的胜率，玩的一般般，不是很厉害。推了，哦，直接吃塔皮。插个眼。好，打几下就行了。好，回家了，溜了，再来个长剑。感觉怪怪的，感觉我跟他对线感觉怪怪的。再来个长剑，再来个红水晶。
他溜了，他溜了。嗯，我觉得我们是有机会可以杀他的，别急。主播今天六一晚上找个小姐姐过个节日呗。都说了不是我的节日，大家不要扯淡了你啊！你怎么跟有些小姑娘年纪不大想要过母亲节一样呢？港派者呀，合肥推拿服务精油护体，嗯，合肥推拿被动 A 一下。现在我们急需什么呢？急需蓝，其他都还好，蓝很需要，基本上有蓝就可以杀他了。我这一波的话，如果满蓝，我一条龙给他服务到位。瞎子什么意思啊？想要放眼，等一波技能，等一波技能。七级了。QA， 他会二闪我吗？这人没想法呀，如果是我就二闪了。溜了，蓝没有，差个蓝，有蓝他早死了，回家买个巨齿短臂吧。这里有眼呢，这里有眼呢。Q A 再 A， 哎，啥意思啊？我这干啥呀？这一波送人头过分啊！巨齿短臂，你这二闪也不是这么用吧？确实是二闪啊，天二再闪吗？二闪吗？没问题。嗯，这干啥呀，哥？哦，前期我送你一个，你送我一个是吧？可以，大概懂意思了。接下来咱们就是同一起跑线了，现在。合肥的精油护体，港派指压服务。服务关灯，服务老衲冲击，请问是支付宝微信还是现金红包付款都可以。合肥推拿，你看我这个推线推了，能吃打皮吧，来。嗯，精油护眼，精油涂慢了，他想卡视野跳我是吧？哦，他想一波，这个人太细了啊。好，一波撞死了，合肥推拿，漂亮，回家一下，那无敌的呀。嗯，还可以啊。嗯，有的时候主播主播不过节日，你别搞了，兄弟们。别搞啊！嗯，想要过儿童节的兄弟们，脱个裤子就可以过儿童节了。溜了，敢踢过来吗？我赌你不敢踢过来。推了，溜了啊！再见，来不及握手。嗯，回家买个木刃来一个。再来一个长剑，再来个远剑改造。嗯，绝对可以。哈，32秒，不要着急。想要过儿童节的兄弟们，把裤子脱了就可以过了啊！别扯了啊！天天儿童节，儿童节。来了，老弟，来 Q 他呀！
这莫哈娜不放 Q 是什么情况？推了，偷一波大鸟。嗯，有没有？没有。瞎子，我一套应该可以杀他。看好了，别眨眼。瞎子一套肯定可以秒。我们先看一下他的装备，感觉末日可能会跳我。先卡一波末日视野，再杀他，卡一波，他死了。哎，伤害不够吗？他破甲鞋，我操，这一波伤害不够。他可能会过来阴一下，看到没有？好，他死了。港派指压，哎，摸眼了，摸眼走啊。他摸一次眼是75块钱，对吧？大概相当于摸了4次眼，就相当于送了一个头，可以这么理解。所以说，虽然说我没杀掉他，但是骗了一波他的眼，那就够了。再推一波血，合肥推拿，被动一 A 两 A 三 A， 好溜了。瞎子9级，咱们10级，回家一波，回家了，溜了，不跟他打了，跟他打没啥意思啊。再来个锯齿短臂。怎么他出了个布甲鞋，我就杀不掉他了？是不应该啊，说实话可以一套秒他的呀。布甲加了一个20点护甲，漂亮。哎呀 ，Q 闪，上单4-0，下路也是优势。那这一把好打了，对吧？嗯，炮车也补啊，不是吧？有点过分了，瞎子已经裂开了，1-4的瞎子。合肥推拿，推，偷一波炸鸟。这个末日1-2，这个末日别给我逮到了，逮到就死。3-2-1，你死了。关灯，老大冲击，合肥推拿，港派指压，加金牛护体，接服务，接服务到位，给钱。走位，走位，走位，啊炸！哎，合肥推拿，哎，他这一波怎么没炸过去啊？回家一下，溜了。回家买个 CD 鞋，再来一个针眼。嗯。哎，过分了，我好，这死的太惨了。哎，这沉默可以啊。我好，这一波居然没杀死这个瞎子。10级。57秒大。哎，兄弟们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合肥推拿，溜了。难道我这边有眼盲？不应该啊。金牛护体，港派指压，合肥推拿，溜了。他想抓我，插个针眼，我也插一个，我走位。他继续追，他可能会死。我不用慌他，我推一下，我溜了，再往回拉。别急，他这一波再送。奥拉夫来了，让奥拉夫先上一下啊！不急，很好，他死了。干嘛呀，哥？合肥皮囊，港派指压，服务交闪，这老大冲击了，再见了啊！还交闪现呢你？
回家再来两个长剑。长剑来个两个，走。啊，这个下次太逗了，这下次啊有意思，推了推了，炮车没了，透过大鸟，透过，哎呀，这人刷野这么快吗？这个人35秒差。11级的大虫子可以杀他，哎呀，插了个眼，他没看到我，这个眼没看到我，来来来，我跟他二子应该可以打得过他。合肥去拿港派纸呀，服务交闪了吗？服务精油护体，溜了。我这里没有眼呢，奶妈过分了。确定吗？点蓝金油护体，不好，直接给我吸死了。对我怎么被吸死了？漂亮，战锤来着，30的 CT。我这个末日伤害有点高，这末日。吸了我590，五谷丰登，吸了我血有点多，这是闪现了，没事，闪现补输出，看一下怎么说，再来一发长剑，应该可以打得过，漂亮。对面基本上是没了是吧？对面这个阵容也没了，对吧？队友打小龙，咱们去帮一下，来偷了，推推推，今天你们不是开学了吗？兄弟们，直播间里面都不是学生吗？今天我记得是开学了，很多地方都开了。好，伊泽瑞尔可以服务一下。哎，末日也来了，末日脆皮，那可以杀他。推一波下路线，吸血。游戏的声音有点大。不会啊，应一下。3个4个，还有个末日不见了，应该会有人过来补刀吧？看一下蹲一下是谁，尝试一下。哎，这个人不敢飞呀、啊。我上当了，上当了！哎，瑞文来了。队友，蹭个助攻还行吗？正好伊泽瑞尔来了，幽梦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长剑。我靠，正好伊泽，我早知道先飞伊泽瑞尔了，我以为他们不会来下路补刀呢。能打吗？
13级。有时候主我在看你直播呢，可以的。建议送个飞机。嗯，排到就是缘分啊，给主播送个飞机，应该还可以吧？偷个鸟。嗯，偷一个大鸟。关灯，老纳冲击死了，别白冲了这一波。合肥推拿漂亮，哎，漂亮！我操，可以！我靠，这么多闪，幽梦一开了，啊，港派指压了，漂亮，300块到手，再接一个合肥推拿，接隔空焦点蓝，哎，这也行吗？这两个头拿的有点过分啊！推，推，推。合肥推拿继续推塔，舒服舒服舒服，相当的舒服。继续推，推塔推塔推塔，一波了一波了，完蛋了，我溜了。哦操，你我也有闪现呢 ，Q 了。我靠，差点人没了。莫哈娜怎么死的？上路带现带一下。嗯嗯。好，回家了。1400，哎，感觉可以帮一下队友。伊泽瑞尔感觉可以杀啊，他应该会来上路带兵线可能。哦，溜了。石头人哪了？巨齿短臂，夜之锋刃，可以的。有人说主播你儿童节不玩儿童节吗？可以啊。嗯，谢谢秋浩宇，谢谢月浩宇又送的100个办卡，谢谢浩宇哥。我以为浩宇哥你只有晚上过来看我的，原来你白天也在看我。感谢你的100个办卡，祝你儿童节快乐！谢谢老板的100个办卡，兄弟们大气走一波，不走永久关播，现在就关，投五波大鸟。谢谢老板，你这个办卡这么一送，我就很纠结，今天咱们保不把这个粉丝团任务给他过了？好像不太好过啊，今天。再推一波线，合肥推拿推了，很好。关灯，老纳冲击，合肥推拿 A 死了，再见。再幽梦一开，加速来帮。精油护体，港合肥推拿，港派指压 A 300，继续往前推。瞎子在干嘛？哎，瞎子哥放个点蓝 ，Q 接体验吗？哎，摔死了！交闪，我靠！合肥要这个莫哈娜可以啊！这是什么操作？嗯，现推了15级了，等级还可以。推莫哈娜 Q 非常准呢、啊，推推推，港派指压金牛护体，合肥推拿往后拉，推塔，等他，等他再卡一波木刃的视野，木刃的被动，然后呢，准备秒脆皮了，那就秒瞎子了。漂亮，应该是一波带走了吧，兄弟们，还可以还可以，
这把值不值得你点一波小小的关注？